来了啊！继阿雄上次在这个区域合出了两个八技能海毛虫，第一只 1.1， 这是第三只。大唐号呢没有成就啊，弹个成就就起飞。今天呢为什么和海毛虫掉线了？只剩四个号，不想玩了。童子垫了一本书啊，海毛虫是双垫的。哎，海毛虫业障没垫掉吗？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弹成就，炸！双锁。没啥用了，拉了仓库找个六重新合一下啊，看一下只要不冲突就行。有一个强力，有个神迹，这一只有强力不行，这一只也不行，这只更不行，不行，全不行，全冲突啊。幽灵呢？幽灵行啊，幽灵不冲突，来个5+6啊，但是有鬼魂难受。挑了一个六技能日游神啊，冲突一个强力，冲突就冲突吧，出的是海毛虫的弟弟啊，大海龟。还有两分钟啊，两分钟排上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抓吃果了，但是不知道排上来了会不会又掉线，四号跟五号都掉了。我真的是想笑，11点掉线的，我12点开始排，排了6个小时啊，给我来个连接中，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再等78分钟吧，看看厂商赵子雄能不能上得来。哎呦，这个掉线怎么解决呀？兄弟们有没有办法呀？给阿雄支支招吧，阿雄6开，次次完成4开，好难受啊。玩不懂了啊，玩不懂了。12点排的队6点不让我进，1点排的队7点半还是不让我进，又是连接中，又是这样玩，哼，哎，难受啊，兄弟们，怎么整？不让阿雄玩了呀，阿雄在这摆海马，海马也摆不出去，拉闸，算了，睡觉了，出去玩了，今天晚上不玩了。